管辖之中的大唐立夏，茂名高州庚子镇，中国历史博览馆。现在是太阳西下的时候，里面这边很热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知了哥，今天是520，也是茂名的我爱丽520的这个特殊的一天。现在是到了茂名高州的荔枝博物馆，这里面今天晚上很多人。520之夜，这边红里阁很热闹，远远的福山岭。下面的乡村，福山岭下面的乡村打起了烟花，我更愿把这里成为农历之源。520代表我爱你，520我爱荔代表我爱你，给荔枝是不是等于给你枝，很浪漫的一个暗示。就是博桥的这边的荔枝已经是红的了。桥头村之夜，夜夜笙歌。这边停车场都停满了车，元霸土特产，这里面的口号买的不是画，是浪漫的，难以置信的这边的热闹啊，一个乡村，当地的这些饼，美食街，元霸的乡村美食街。500多户人家，2000多人的一个小村，小村之夜。这边是民宿，白汤鹰15块钱。